issues on the KVM,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local community, because I just found that some of you joined Hong Kong Nut event many years ago, an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you updates on the local open source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okay, open source Hong Kong 這兩個組織 去搞一些 open source 的活動在香港搞本地或者亞洲區的活動，例如我們去年也搞在香港搞過一個 open source virtual 就我哋由兩年前開始就諗住就定期每個月搞一次 webinar 嘅活動咁樣嘅，咁啊通常都係每個月第一個禮拜六咁樣就通常喺城大嘅，係啦。咁另外有一個活動就係haggen first day 啦，咁本身其實源自於台灣嗰邊，咁佢哋有一個台北逢禮拜四有個 haggen first day 嘅，咁我哋亦都上海亦都有一個 haggen first day 啦，咁我哋香港亦都。 一年前開始就搞了 Hacking First Day 的活動，但是因為我們人力有限，通常會每個禮拜四搞，通常會隔一個禮拜四，通常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禮拜四，最主要阿良會負責這個 Hacking First Day 的活動，但是這陣子因為實在太忙了，所以現在變成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四。 第三個禮拜四，即今個月係第三個禮拜四。現在每個月都係第三個禮拜四嘅。OK，咁啊，而家每個月第三個禮拜四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康康粒嘅post出嚟，咁應該幾時有咧？因為我哋通常喺樓上cafe嗰度搞嘅，咁變咗就即大家儘量即如果有嗰個禮拜有興趣嘅話，就報咗名先啦。咁啊，方便阿梁就去即book一book位咁樣，去用呢啲因翻啦。 咁就同埋就啱啱諗起就係我其實本身即係我同阿希人本身就即係由舊年開始participate一啲嘅亞洲區嘅活動咁樣啦，咁例如Mozilla啊，咁我
咁我本身亦都係啱啱早兩三個月就申請咗，亦都成為咗即係香港第一位嘅Mozilla representative啦。咁就喺香港就幫Mozilla去做啲community 嘅嘢咁樣嘅，係啦。咁今日一間最後會講下即係啲Mozilla嘅 project 啊咁樣咯，係啦。咁亦都變咗有呢啲咁嘅community。咁其實大家即係無論你係學生又好，或者你出嚟做緊嘢你都好，咁如果即係你對某一個 topic 有興趣，你亦都可以即係睇下有冇呢啲咁嘅program 可以 join 下咯嚇。咁變咗例如你對 Fedora 有興趣嘅，咁你可以申請 Fedora 大使計劃，咁啊亦都歡迎同我哋去合作，大家一齊去啊。咁可能揾一個月啊，你可以講下 Fedora 咁亦都可以嘅，係啦。咁其實就係目前嘅 community 嘅狀況就係咁樣啦。咁啊將時間交翻俾阿梁啦。